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大家跟我做会离三宝，啊，下礼尊念。菩提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永照中尊；皈依淡摩，亦有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菩提子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永照中尊；皈依淡摩，利益中尊；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摩地主妙音。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永照中尊。皈依淡摩利益中尊，皈依正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13页，倒算第二行。后尾后两句看起，由净土修正疑云，十善之理观，能化究竟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离暗之法为坚固。十善之观，咱有到第二后面啊，还有注解，咱把这个注解念一遍。以咱参考资料第13页第二行最后一句，念完。观世界，头前有讲到，为总统别三教，为偏为观，观教是圆满，是真实，主这个意思。不得当年在世到化众生。因为众生根性无济，啊，确实是有上上君临，有上君临，有中君、下君，有，也有这个四种四大类。上上君临是非常稀有，真正是一本千古。以世尊经传里面，咱看到的听摄尊者，对于莲花离巢，在原始的大法啦，传予听摄尊者。假设呢，即传予阿难，阿难在世尊里底无开悟，无去到这个境界，在假设的迄地里开悟咯。这个是代代相传呢，传到第28代就是达摩，
那无来到中国，中国禅宗的初祖啊，禅宗是安尼传落来。禅是咧度上上君临咧，上中下都嘛无分咧。上中下都要有十行立观，十行立观是教。那也就是讲，必须依靠教行，真像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照这顺序来修行，嘛会用的。耶罗马算是军事的众生，即下莫离婚，变心伫这个世间。主要呢是要度这些人，范围若是扩大起来，咱嘛拢包括在内。但是呢，咱都要具备一寡条件，这个法门都要啊用真诚心学啊，是不改。无真诚心会用哩，如来大法原是你先教，无真诚心是无办法修行。可能现在无慢慢提升，对小学。有经历中学、大学，对呀，培养出研究所，研究所是上进诚心，用恭敬心，无丝毫虚伪，无丝毫怀疑，安尼就会接受这个原识，彼此都爱甲想法改，彻底放下。等下讲，想法界是假啊，唔是真呢？啊，性是真呢，真空，相是假有，真空假有是因，唔是理，这叫中道，这叫原识，两边拢不着啊，中道也不准。啊，言语多端啦，心行处灭都确立咯。这都是上上君临的境界，所以咱来善有培养，甲家己的根性不断向上提升。这是如来教诲，以心教咱阿含。啊，阿含是佛法的修学，时间十二年，咱世间人咧办学校，修学六年，中学六年，大学四年，培养的就是咱会当应付现实环境的一寡知识啊，技能。那佛教人呢？是出世间大法，你安怎超越六道，超越心法界？啊，阿含十二年都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方等八年培养大乘根性。那各向上提升，不止二十二年准大成，啊，不是凡夫的境界。那二十二年了后，定为公事看破了，看破了后，就要放下。那不放下，就未当确立，未当提升。
所以呢，到到法华涅槃，最后八年就回到研究所。啊，确实向上啊提升咯，这一个提升就是代替代我明心见性。咱在历史上看到的，各国的宗派，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，甚至六七十岁，听我的有啊，也搁在都上上行以外。将军应该是三十岁进前，还有我啊，将军三十到四十，啊，军呢无六十岁，还有我啊，一定要靠教的分析。教啊，这是如来对十方界的众生真实的利益，唔惊讲未较深，惊是离开教的分析，未够较深就唔免惊，只要听。也经听学习，每天是锲而不舍，时间若久，就会渐入咯。像咱这种军心的人，就真清楚，哈哈，军人为什么？咱那四十五十都无饿，六七吧、七十吧，才有一点啊小饿。啊，明白咯，真诚心出来咯，恭敬心出来咯，啊，信心鼓足。爱教我六十岁以后啊，啊那我都能看卖，过去一寡做书台的，真侪人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信心就枯竭了。虽然我无代替代我，也都是讲咱六七十岁个因呢。二三十岁，迄、那个低见是上顶的，那比差真多啊！哪个加着这个二三十年的分析，这关会着？啊，你咱就怎样咯？彻底放下，对正果。问题是讲这个代志讲较容易。做是真困难，啊，变怎呢？不断过分析吧，过加一个十年，过加一个二十年，假使咱来当活遐久啊，啊，八十、九十，经放下了，放下便是啊。啊，深入经中，真正创清楚，真创明白咯。啊，清楚明白是看破，啊，看破了后，这底啊放下，就回归到自性。啊，这个内底就有天悟。
有大红乌，有这两种。幸福是见性，得留完失。那大乌是无完失，甲完失。这群咯，换一句讲，对于头前所讲的天官离开咯。修真实，行真实的这条路，但是呢，也不够到目的地。我安尼来比如，大家较听有。行军呢，离开边关，行完实的道路，这个稳当啊。也担心呢，原始的大经大论啊，就唔通离开的。逐工爱读，逐工爱提醒，时时提醒，处处提醒。咱啊，才会真正放下，彻底放下。啊，身心世界拢都放下了，然后放下了后呢，咱现实的身体也搁伫咧，这个身体也搁需要饮食啊，也需要啊穿衫，也搁需要居住环境。这个东西不能带气色啊，这个东西有，但有放下，放下了，无丝毫的贪恋。啊，亚特斯公有这个身体，咱需要伊；无这个身体，我无需要伊；有这个身体嘛，无需要伊。就会安怎讲？有这个身体随缘，无丝毫贪恋，无丝毫执着。换一句话讲，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万物、人事物，无迄啰占有的念头咯。啊，无控制念头，这念头断了，嘛无支配念头了，这是地台主宰了。这个物件会缺少未啊？为什么未缺少呢？第一个家己修的福分，你有这个福报，到时阵会有人送来。第二个三宝啊加持，好菩萨袂予咱欠款啦。对这个都要充满着信心，所以啊，你的心地才会遐尼清气啊，心内也真正放下。那书是记，必书都爱长时间的提升，寿命无了无遐长，要求菩萨加持。你也真心，要完善的道路，有菩萨一定的加持。咱读《了凡四训》。了凡先生有世间的明天啊福报，那寿命都延长咯，何况你也惊完失的道路，
本来讲未照顾的道理，这是我学佛六十多年来的心得啊！我行过这条路，那基本的一个概念真重要。我甲大家讲，咱啊活伫世间，为众生，无为家己，这基本的概念。那是讲有家己的命运利用，就有命运；无家己的命运利用，命运就无咯。我这一生就是掌握着这款一个原则，无为家己在想，为别人，啊，为一切苦难众生，是真的，其他无别行的本事。那一生真正是宗家大师早年跟我讲的啊。我嘛是佛菩萨的安排，啊，佛菩萨的安排不是讲一帆风顺呢，有逆境，有恶缘，为什么给你考验吗？看你是不是有耐心无，有定力无？啊，顺利啊，通关啊，你对啊，这个步步高升咯。啊，那是讲通未过的，你可能得退转，可能会前功尽弃啊，那就真可惜。那讲下当保持未退转，读经，最后发心恭敬，这是啊，李炳南老居士教我的。那恭敬有什么好处呢？恭敬就是逼着你无读书未用你，你若无读，你就讲未出来啊。啊，这是家己啊，这家己啊，无做未用的，你一定要去找参考资料来用功夫，这就有好处。你妄念少了，杂念少了，你啊想的大概，特别是原始经论，这个好，也对那利益太大了。啊，遐个总统别，有时阵啊，阁是袂当脱离政治吗？原始容易，下面是咧讲方式。王就是公大的意思，世是世观，这为法官公这之心呀。你啊，发这观，这个观都要兑现，无兑现，迄就是妄语啊，迄就是骗人的。那妄语骗人，你佛法内面是有罪过的。啊，佛法的内底是无这句步，你袂当出六道轮回，你就会受六道轮回的所制，以制裁你，你无法脱离。那换一句话讲，生生世世伫六道内底受苦。六道是安怎呢？啊，六道根本是精进，啊，精进
和你的生生世世旧敌啊做伙，这个真苦恼啊！啊，袂当摆脱，唔是一世生生世世。古人有所谓：三更无读圣贤书，面目可憎。这位儒家讲的啊，世间烦啦。那伫佛法内底讲的三更若无读经论呢？可能就会去转咯，你就惊下坡咯。咱若明白这道理，更加懈怠，特别是咱拄到这个法门，真正是一个特别法门。无比殊胜的法门，啊，每一个法门去比较，啊，每一部经论啊去比较，伊真正特殊。理论有深，真伽菩萨都拢未当完全明了。方法呢简单容易，五业十恶诽谤佛法的人，只要忏悔，只要肯回头，拢会成就。而且成就非常的殊胜，但成就的地位太悬了，啊，悬到让人不敢相信。啊，所以偌济观想的菩萨，都是总统变的菩萨，拄到这法门未相信，哪有这般个代志呢？也怀疑这个法门大概就是世尊怜悯的下下君临，为下下君临。开一个安慰的法门，可能不是真的。我这点啊怀疑，伊去拄到这个法门，伊退转，伊袂当修学。这种人真多啊！啊，摆在咱面前，恁现在看得较少了。我捌看到啊，同宗同教啊，我这个时代啊，也阁会拄到稳定一辈，有去拄到净土法门拄到，甚至阁咧讲啊，有人受经。讲阿弥陀经，劝别人啊修净土，伊家己呢，伊家己唔修，也家己修伊的上宗啊、啊密宗啊，或者是法相啊、唯识、三论，伊修这个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因为经典里面所讲的法无妙的欢喜啊，这个经典会感觉安怎显现，伊就无爱学这个，路拢行错了，死了会去倒位去呢？这样无错啊。修得真好啊，多半拢嘛是伫天道，或者过来人道来。
你讲这偌可惜呀、啊！啊，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念作老居士的注解，不得了啊！喜有的因缘呢？然后，叶老师，啊，你给老居士，交代伊，爱为。为一本做这个注解，阿罗阿东尼讲这部经，念做听记，所以头到尾听完，一顿课都无缺，有这个能力，交代一下注解，伊啊，唔是用家己智慧、能力、才干，伊无用这个。伊嘛是啊，学老师的方法接，老师是结集经，伊啊来结集注解。这个办法妙啊，妙在多位呢？这破这个注解，有相中呢，有密中呢，有法相呢，有三论，有阿含的啊，有概论呢，什么宗派物件拢中拢在这地。定武功、释迦牟尼佛、释迦牟尼所说的一切经教。精华都嘛伫即个注解内底，咱啊今仔日找到即个参考资料，是天台宗的执行观法，啊，换一句话讲，即部无量寿经的注解，无定无是一部。大藏经的浓缩，大藏的精华，拢伫即内底啊，帮助咱回归到极乐世界，这个注解是不得了哦。啊，那念老亲别个法师同款，该做一个讲起，做一个注解。别人甚至讲会诽谤你，伊是虾米啊？你有甚物资格来注解一个无量寿经？别人会诽谤啊！伊啊，这款做法，别人提起看也无话通讲。但你逐句啊，拢嘛是有根据。啊，伊的注解每一句都嘛有根据，根据都一部经来。根据都是无论来，根据都一个祖师大德的著作啊，顶面来，啊，唔是伊个啊，呀、啊，这个方法是足够明的啊。咱看到伊这款用心，伊这个方法，这都是真实的智慧啊。真实的利益啊，那所以咱学习这个注解，都是伫咧学习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有的这个啊经教，啊，这注解特性呢？世尊以大师教四十九年所说的最后了嘛，回归到净土法门，都嘛归到
姓阮其名，王姓净土，金棍弥陀。伊华严佛法佫较殊胜，即爱认识啊。咱若是讲无头前的这个基础，咱无认识，这也就是说明讲，顶一辈即个大法师，为什么无专心专力来修学这个法门？咱体会到啊。我若是讲过去无华严法华灵严或者不上的基础，我嘛是无容易接受啊。啊，这个、大经大论的基础，唔是讲每一个人拢有嘅。啊，无学唔知影，学起了后，宁静落来，伊就有比较。啊，你是一个方法呢，大大都无同咯。啊，方法，这个方法太容易咯。但是这个方法，啊，禅宗啊，华严，华严五智里面所讲的五智六观，甲天台会通未通啊？啊，净宗的原理就是个蔓延放下，一心一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方法为原理原则，甚至是修学方法顶面来讲拢通。啊，回归自性啊，这个就是回归极乐世界。回归极乐世界，定义就是啊，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难啊，回归极乐世界较容易啊。到底极乐世界利益就会决定成就。无上菩提决定会去证到究竟圆满，那有圆道是啊一条直路，无法弯呢。那之后，这个大经大论修行的人成功较少。啊，照这个啊，净宗法门成就人较多的啊，佛教传来中国将近2000年，汉明帝永平十年，公元67年，迄个时阵呢，皇上派啊德赛。对西域甲摩天的法兰这两位大德，这是啊印度的古经，引起西域啊啊，迄个时阵也毋是中国，是西域，中国的啊附庸，
你想去方法，有着汉朝的这个啊书简，跟因啊引请来中国，而且公元67年的代志啊，到今年呢，现在2013年咯啊，到2067年啊，都诶满啊2000年，也就差一点啊。在这个将军在2000年的历史的当中，佛法在中国成就，大圣是禅宗，因为禅宗同基啊。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后1000年，佛法传来中国，在这1000年正法成就。第一个1000年禅定成就，所以传来到中国来是禅定成就的时期，什么风气特别兴盛啊？那参禅的人特别多。五定慧原来面记载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有1700多人。经典传经录来对所记载，啊，我甲无修的估计呢，在中国修禅、明心见性的无修的估计，至少是有3000人。教下成就，到甲大彻大悟，教下叫做大开元解，世世代代相传，这2000多年来呢，至少嘛有啊1000人。在教下成就的，不过念佛往生成就的最低保守估计呢，就会超过10万人。即摆咱知影咯，禅宗的成就，唔啊讲会超越教，佮超越禅。真正不可思议啊！你若问讲什么道理呢？华严经上讲得真清楚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依照这个道理。净宗呢是直接无弯弯的啊，不是弯路，伊是直路。所以咱修净土的人爱肯定，爱承认家己啊，本来就是佛。这行的就是啊，本来是佛的这条路。你若有这个认识，心地决定就未动摇，我决定的成就。那所谓障碍，还怎样？障碍是不外乎是缘呐、啊。顺境啊，逆境啊，先念恶缘，拢总甲放下。啊，先念呢，在这个先念顺境呢，是咱先介意的，介意拢嘛要放下。为什么？你贪婪这个所在，你袂当去咯。啊，逆境恶缘呢，这就是互咱受苦受难呢，那嘛要放下啦。环境啊，唔通阁有贪恋，只好念头都无，人事环境嘛无啊，看到咯啊，欢欢喜喜，大家斗阵，啊，心肝内呢，
情情平等，一丝毫拢未染着，这叫做功夫啊！啊，顺境内底未生贪恋，逆境内底未生嗔恚。啊，是欲修什么呢？修清净平等觉。清净啊，平等觉啊，就是阿弥陀佛啦、啊。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成就到甲阿弥陀平等的啊，不可思议啊！也有心法门会比这更加殊胜，无得切。利益啊，事啊，拢嘛爱清楚，拢爱聪明辨。唔通讲有丝毫含糊，咱的心即坚定。真正相信，无丝毫怀疑，而且真正知影讲，咱这条路是有把握的啊！决定会当达到，决定是未落空。法官呢，就是要控制咱家己的意念。咱总是爱家做到，总爱遵守啊！啊，即个家己清净心得到了后，实践平安。诶，都更加深一层的意思，甲初学的人做朋友，这是利他啦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同款，啊，释迦牟尼佛真心结晶，为什么搁乞丐呢？啊，乞丐是做好初学的人看的，啊，宗教的人，宗教的人，佛教的人，看着欢喜啊！啊，佛制定的戒律，伊做到了，咱向伊学习，所以叫做信教啊。对初学的信教比言教较重要，对啊，已经开悟的唔免信教。为什么真心清净，一点不染，就无需要了。为法官讲这机心修行，先靠以三业，最重要是意业，就是念头，爱控制家己的念头。你看静中偌妙，偌简单，念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啦。啊，我伫年轻的时阵。家己平常老技师学教，老师教导阮，甲心肝扫甲啊清清气气，一切污染拢甲扫甲真清气，一切不善拢无爱滴，这念头啊，不善念头无爱滴，甲清出去，现在念头嘛爱甲清出去，恢复啊！自性清净心，
也困难呢、啊。心内总是要有一个物件啦，无物件袂用哩。你烦恼无边通边啊，好啊，甲阿弥陀佛请来。心内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有阿弥陀以外，什么拢无。然后就是咧教人起心动念，拢嘛是阿弥陀佛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只念阿弥陀佛。那其他一切拢啊是语言，过眼云烟啦，那放咧心内啊。这个办法啊，妙转咯。你想比密比高，管太追咯。那心想阿弥陀佛。心念阿弥陀佛，靠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赞叹阿弥陀佛。那净宗佛又在开饭店，叫我改要好这个名，我就改讲阿弥陀佛大饭店。为什么呢？你坑啊，偌济人念阿弥陀佛了。你看人一问阿弥陀佛饭店伫倒位啊？来住你啊！饭店的人至少也念十声以上，这就是劝人念佛咯。这功德偌大啊！这个大饭店，饭每一个人大家爱食饭啊，念佛了就跟食饭同款。你想要吃饭，你就会想到念佛。念佛啦，比吃饭较重要啊！唔通好做大酒店，这个所在无酒无肉，这饭店是素食。素食做甲真好，人看了后食了后了，真想要食。我有一摆伫台湾，甲马总统的老母做伙食饭，可能伊是头一摆食素菜。食个真满意啊！素菜真好食，我会当逐工食啦。这是真的啊！做出一流的素食餐厅，无同个人拢爱食素食啦。啊，这间饭店呢，肯定呢，内面就有电视，外面的节目啊，就无。内面呢是钢筋啊，教学的，有教的歌曲啊，音乐播上这个，嘛有一款频道，互你去选择，决定啊是有业务身心健康。但一切不鲜的物件，这个饭店内底无得坐，有这个特色啊！啊，饭店就是道场，
这边大众的道场，啊，会当伫这个所在，这内面。有所真大，有厅堂，会当办各种的活动，会当啊办传统教育、传统文化论坛。人若较少，小教室有专业的，特别为企业家办这论坛。自从的人一百人、两百人都有小教室，较大间的咧，会当啊容纳一千个人。这就是啊，21世纪佛教的道场啊，唔能去寺庙。是不无意思啊？建立新的道场，啊，进来面会当请这些老师因来家来上课。你想要学什么？有10个人以上想要学的。咱就会当给你找好的老师，才因来即地来教。啊，恁学习的时间一个月会用哩，两个月、三个月嘛会用哩。第一期培训班，无限时间呢，办一年嘛会用呢，啊，办10年嘛会用呢，办一两个月嘛会用呢，活动呢，一个场所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场所，啊，正规大学。就是要培养丰富人才，咱想要做，真正有人会真正发心吗？认真来做，咱乐观啊，积极行。啊，这就是。最晚力量的这个成就啊，啊，这个凡性为家呢，这个凡都是五品十性，即为你佛教的修学。这里边啊，观佛来都有讲五品。天台宗修行方法，为观行即是为。天台大师把咱解释佛，佛有六种，叫做六即佛。即呢就是第一种呢是利益。结婚，从理论上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对理想讲的呢，一切众生大家拢嘛是佛。这条是真重要，这条是佛法的理论的依据。你为什么会成佛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佛。这种的教育呢，甲这排第一句，甲中国儒家，甲圣本仙啊，排第一句，
意义完全共款。中国传统教育肯定啊，人人拢嘛是圣人。要安怎讲呢？人性本善啊，本善调整的是圣贤。啊，所以人人拢嘛会当去做圣贤，你是不是愿意行这条路？你愿意行，人人拢嘛行会通。孔子是一个平常的人，啊，伊伫社会上无特殊地位，伊是平民。要看时间啊，真短。历史的记载，伊啊只做了三个月的老师傅，哦，是鲁国啊，偌大现在一个官。那师傅是啥物？现在这个关内底，这个警察局长，来关这个，关治安，三个月就台咯。为什么？无人要支持伊啊？无背景，无后台，厝内真清寒。无富有，是一个真正普通的家庭，是一个真普通的一个人。伊啊，甲别人无同呢，伊就是行圣贤的道路。哎呀，心内所想的，这是典籍的内底会当去查到。心目当中是尧舜禹通文武周公啊，这些人呢，都是啊心目当中最欣羡的人。啊，是啊，这个星座人的榜样啊，伊啊学这些圣贤，这些圣贤人啊起心动念为。天下人伫咧设想啊，为一切众生咧设想，无为家己啊，啊，甚至讲无为家己一个国家，无为家己的族群，为天下人，啊，佛甲咱实现的道路，甲中国这个真接近。我的范围啊是更加大，我是为一切众生，儒家是为天下人，为天下苦难的人设想，我是为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范围真宽，包括动物，所谓动物，包括植物，包括啊矿物。为什么？这个一切拢嘛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。啊，佛界众生是这个意思啊。众缘和合而生起的，拢叫众生。所以，甲咱呐现在所讲的这些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拢包括在其中。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佛的心吗？啊，佛做的教诲，会啊？为什么？佛知影讲苦乐的真相。
咱知影，现在社会乱咯，人心歹咯，社会乱咯，你安怎？啊，这个世界上有偌济人会思考这个问题？这无答案。啊，我也知影啦，不是我的本事大，一回馆不是，我得到便宜咯，对佛经上看到的，这个心气跟观察的思维，佛经上讲的是有道理啊，是真道理。现在人所讲的是硬道理啊，佛知影讲靠对对未来，靠对啊，未来啊，落对对未来，落对啊，甲来，甲我阿弟就落咯，你歇阿弟就靠咯。佛是要按怎来帮助众生？你靠得落呢？只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你靠得落自然解决咯。来用什么手段？用教学啊！啊，咱各家详细看，是不？一切诸佛刹土，包括极乐世界，伊是用什么方法解决众生的苦难呢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世尊的经常讲一句话，伊。现在说法无理，问题解决咯。铁下摩尼佛一生，当你住世时阵，你开悟到圆寂，49年。今现在说法。无中断，你讲路嘛是今仔日，变心的说法啦，心教、言教、意教，伊都是念念不忘。念念不忘众生苦啊，念念希望众生觉悟啊。伊的教学是多元呢，那众生有84000烦恼，伊老大人就开84000法门。这是教学的原则。一个众生找伊教你一个，两个人来的时阵教你两个，无论什么时阵，你找到伊一定会教你。啊，你接受伊教诲，一定非常欢喜啊，一定会依教奉行。伊也无以念为家己啊，这真正是觉悟的人啊！啊，烦恼是去真重的，离个真深的，要安怎呢？
用五品的这个方法来教观行，天台讲的六戒，第一个来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每一个众生都会当去做佛啦。带有这个信念，来以烦恼心是其当。什么方法伊会当接受，先教伊啊做好人，大伊啊存好心，讲好话，用好事做好人，伊啊真愿意接受。教伊什么？教伊伦理，教伊道德，教伊因果，伊了解这个。这就是小学教初级的初级班阿含十二年，就是用这个做主要的内容。人就拢做未好，哪会当去做佛呢？我是人中第一等的好人，有尽圆满的好人，无一个比伊更加好的，伊好到极处咯。啊，所以你结婚，理想是婚啦，啊，思想咧，思想也阁未去颠倒，伊无讲哦。啊，这时阵叫做名利结婚，有名无实啦。理想是安尼，思想唔是，无啊接受过佛的这个教诲，无接受过佛的教育，那就是名利啊，这佛有名无实。接受佛的教育，依教奉行，叫做观行接佛，也接受佛的看法。不卡也都有一切，你是不来用什么款心态啊去甲看伊呢？什么方法去啊应对呢？应对呢？啊，有一项呢，就观行。有一项小智慧咯，会当观察，会当做到，就观行者。观行者，行就是要修行。观是明辨咯。中华大师教我看破放下，观是来看破，行还是放下？你看破但唔肯放下，顶有是无看破，也个是啊。名利为中人，那真正那看破，真正放下，这就是，这就是佛的弟子了。啊，佛的真正弟子了。你们是小学啊，地位无关，关心者。对观行者的向上来提升呢，提升到上师接佛，地位就高咯。上师是什么？看起来是真正行，实际都不是。这个标准，这都是讲对用心来讲，那是讲用真心。伊就是真佛，伊若唔是讲用真心，也个是用阿赖耶，用妄心，用妄心嘛、啊，完全遵守啊佛的教诲，佛教也全部拢做到，所以看这模样真成佛。但是用的就是阿赖耶妄心嘛、啊，啊唔是真心，这个嘛是真了不起啊。
这个地位超过阿罗汉啦，就是头前所讲的宗教、通教、别教的佛，上师结婚啦。啊，各向上提升，那就是明心见性。在你修法界，生到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这是真佛，这不是假佛。真佛无圆满，叫做分正即佛。而且正着归分啦、啊，无圆满，伊是真的，不是假。所以伊就住一真法界，住十宝土，伊也未住十法界。十法界里面的佛是上师即佛，啊，一般的修行，未完四千法门，行这条路，啊，必须到明心见性，伊才真正成佛咯。也无到达这个境界，伊都唔是佛啦。难呐、啊！啊，所以观行呢，唔是真正成就，但是嘛，真正用力嘛，是无容易咯。那像读书，大家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咯，啊，只有拢无学位啊，啊。然后毕业才会摕着学位，啊，佛门内面第一个学位是阿罗汉，是啊，佛弟子观行戒的弟子也不够。上师，哎，到十信，十信呢，这是上师。啊，爱到原教初祖以上，这是成佛啊，分正啊，结佛。你就知影讲这款代志偌困难了，但是往生是什么位置呢？往生嘛有三个这个地位，有功夫成片呢，功夫成片就是观行，这个位置真低。观行位置那低，未当出六道轮回。也有一定的标准，但是念佛您的这个观行位呢，啊，当然也嘛有高品，三倍高品，啊，上辈这观行，无心自在，想什么时阵去就什么时阵去。完全无限制。这观行戒啊，利益心呢，属于心，更加不用讲咯。啊，属于心不乱呢，相当是上师结婚，利益心不乱呢是啊，分正结婚，加天台都嘛会当下起来。啊，唔过净土宗的观行戒，当啊自在往生，升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高品，有这个名。
啊，实际上是啊，平等世界，安怎平等？阿弥陀佛愿力甲伊啊平等，这是其他佛国土内面啊无这款代志。世尊啊是用愿力，阿弥陀佛用愿力，啊咱啊这本经的第六品。咱念记了，伫头前哦，咱念记了。第二十愿、第十八愿，十念必成。第十九愿发菩提心。第二十愿该做阿惟越地菩萨，这不得了啦！呀，阿惟越地是什么呢？初住以上啊。啊，阿惟越地有四十一个位处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顶格，拢叫阿惟越地。啊，极乐世界往生到那边去呢，都是阿惟越地菩萨。你就会去看到阿弥陀佛咯，看到阿弥陀佛不是啊，应化身、布身啊。阿弥陀的心上，心啊有八万四千相，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而是古印度青人间的好相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的心相，八万四千相，每一个相有啊八万四千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，每一座光内面拢嘛有佛菩萨伫咧教化众生。啊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啦，咱啊赞佛吉祥念，花开见佛五无生啊，这是地位足悬的啦。无生就是啊，无生法印，无生法印，这个菩萨成就的，那都不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咯。这个地位太高了，所以啊，难信啊之法，真侪菩萨拢唔相信啊，认为讲这是不可能的。啊，佛的经论上是有讲的啊，净土法门为何无佛弘忍究竟？连顶格菩萨都未当完全弄清楚，遇到人有福报咯。后面呢，释迦牟尼佛佛法啦，也阁有九千年。九千年，什么方法会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只有啊，信愿之名，求生净土。如这法拢做未到，所以佛法来变作学术。啊，现在已经都有这款趋势了，真侪大学内底，特别是铁学系，开的有佛经啊，铁学。那我哩早年也过加个五年，台湾呢，一个时阵叫文化学院，现在已经是大学。
当作都是一门铁学，一门学术的研究。啊，无信，无解，啊，了解，无形，心解平静，就一个解。行到这条路咯，甲有佛是无共咯，有佛头一个是信，真正相信无怀疑，你才去求解。解了后你会做到，你有行。你佛法变质咯，咱来清楚，变质的佛法那是啊，世间法不是佛法。为什么？伊还过的是去六道轮回，伊未当出六道轮回。这咱未当讲唔知影呀。我五品位是观行位，有随喜、学相、说法、言行六道、正行六道，这叫做五品位。啊，地藏大师完结的时阵，念佛求生净土，你的弟子问伊啊，伊啊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。是什么款的品位？地下大师一讲，我因为影像，影像就是做主持啊，教学啊。啊，所以家己就遐功夫一个无够，那无领奖呢，也品类就真悬。因为领奖，往生净土至到观行位，啊，就是讲这个位处反省同基础。啊，咱知影讲这是实现，其实地下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来应化蝶中国众生啊，那都有苦难，我菩萨都不忍心。龙马会来到这个世间来，但是用什么款身份是不一定。男女老少龙马有，咱啊两眼凡夫唔捌伊啊，啊会细心观察。这点真重要啊！对于倒位来看起，看伊是真正无私心咯。对遮来看，若讲名闻利用无放下，迄毋是诶。那绝对毋是啊！佛菩萨实现诶，名闻利用若真正放下，真正无咯。啊，这就是不是一般人咯。那佛法对无我入门，金刚经上讲呢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这才当入门啊。
你们这真正有官有行啊？所以啊，官行一般来讲十四位，十四位就是官行，官行就是十四位。那五品十四。伊那行若多，无论是兼行是正行，伊那欢喜布施，乞丐，乞丐的修法修规矩，甲别人啊做好榜样，啊修忍辱精进禅定法智。我真正菩提心，咱就学到这地。下面这段，先卡安心。这是第三种的悲观。你安怎？在我们现实的环境当中，我们的心安心安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求的。你看这个在用的这个名词显卡，第一个是德，先是德，哎呀，善心，哎呀，善言，哎，善行，啊，卡的是智慧，啊，要按怎把咱的善心、善心、善言、善行？保护家己未变质，个会影响别人，未互别人影响，就叫卡。内心啊，都安咯。你看，先卡安心者，善意发生就安于心，以发生。为所安，伊啊执照为灵安，这就是讲，爱用啊关系净化。为什么关系是发性？总通别也无离开发性，伊用偏咯，用啊歪咯，用偏咯，啊啊用弯教直教，行中道，行路行中道，未去行偏斜。一个发性相应，咱来甲伊啊讲到之上机，太悬咯，咱啊学未着。那么对对开始，对啊性德开始。什么是性德？三归是性德，五戒十善是性德，
啊，六合六度是性德，啊，咱对这落手，没去求别人，爱求家己。注重，尤其是特别爱求家己。啊，人跟人之间相处，要用真诚心，唔免惊别人欺骗咱。啊，别人骗我，我是用真心对待伊，这敢是会吃亏呢？无错，姑娘一句咧讲，吃亏是福啊。福要低无，咱卖啊！叫你来吃亏，你若无吃亏，你袂当修福。唔惊吃亏啊，唔惊上当，欢欢喜喜、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这都要修了好经，啊，树立是方便是卡啦，啊，是中国传统甲发生相应的德，无论无常。注意不得，这个科目，把这个科目如何做会，只有这个十二字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啊，这十二字就是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。仁爱呀、啊，和平。但只要把这十二字做到，这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所讲的圣人、圣贤。这个十二字一字都不能缺少。啊，典型的中国人啊。啊，这十二字甲佛教内面的三规，佛教的三规啊是总纲领。啊，修行上经做雕模刻像，第一个呢啊，就是皈依三宝。每天都要念足多遍呢。我伫个书里人卡讲经，头前无用这仪式。早年我拢是用这个开经机，啊，成就了后，先念开经机，然后再开始讲经。呀，以后愈来愈方便，因为听经的人，希望听你讲一点物件，伊听，你念这物件，伊唔相信，伊无爱，这个宗教意识。啊，一般知识分子伊拢无爱，所以我就听顺众生，啊，头前的。开经机甲升起来，后面回向我一人念，大家唔免念，我一人念。啊，伫苏里兰卡因个法师，
要求讲讲经的头前啊，念三皈依。我听伊的话，真有道理啊！咱来佛法为什么衰呢？三皈依未记哩咯。三皈啊，是佛法的名名啊，是佛法的总纲领啊。有佛的人，念念不忘三皈，伊就行在菩萨道上。啊，起心动念，缘故造作，咱来依佛啦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利足尊。啊，你就会想着要依，什么呢？就依这个理。这个理，第一个是智慧，第二个就是福德。换一句话讲，就袂当去做无耻的代志啊，那做失德的代志啊，就好啊。这个是皈依分啦。所以有人问的时候，这个三皈依分是什么意思？讲得清楚了。啊，我住在这地，我顶面已经出来厝边啊。咱门口搭这个阿弥陀佛，伊就无欢喜，伊啊劝我，甲提调啊，伊讲这个唔好啊，这个无吉祥啊，伊啊无了解啊。啊，我就该解释咯。阿弥陀是什么？你知影无？阿弥陀是福报啊。啊，你不爱地，你就不爱福报啊。你不爱福报，我未啊。你不爱智慧，我未智慧啊。阿弥陀是长寿寿啊。你要长寿，我要长寿啊！这是讲伊都无通讲。你看，福报要低无？智慧要低无？长寿要低无？伊拢总未啊，拢总拢未，无爱阿弥陀就完全拢无咯。啊，你个人无爱，啊，你个人这个三项拢欠嘛，无福。你每次生活就真艰苦，无智慧你愚痴，无寿命你就多灾多难。一个人未当讲无，一家也未当无，一个社团也未当无，这偌重要呀！所以利足尊啦，足啊是满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你啊，福慧两种啊，圆满。福啊是排名第一，有这尊的，这两种圆满来对，伊是最尊的，伊就是第一的。但那念念想着这个。讲较白咧，决定也唔通去做无耻嘅代志，决定唔通去做失德嘅代志啊！无福报代志唔通去做，皈依佛报，皈依法报咧，本来是佛陀嘅教育，佛陀嘅教学，咱来依佛陀嘅教育。佛陀的教育是什么？利欲。为什么？一切利益，一切罪业，一切无限的苦果，拢嘛是对欲望来对而来。所以啊，这个欲望啊。如淡薄啊，如好欲望的反面就是智慧啊，堕欲的人就无智慧。
官用的人才有智慧啊。所以佛教人放下蔓延，为什么你都要认识啊？所有的境界拢嘛唔是真呢？一切万法是对于生啊，一切万法那是对于生的。伊家己本身呢，本身啊，非物质啊，非精神啊，非自然，这三种现象伊拢嘛无。啊，生伫倒位啊，无处啊，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就伫眼前啊，你看无；就伫眼前啊，你听无。就在眼前呢，你接触未到，是什么？伊啊，无相，伊会现一切相，这个一切相都嘛是变现。伊安怎变现？伊都在眼头现相啊！你像这个相，相是假啊，那是假，刹那性别的。啊，刹那性灭这句话，咱听无啊？咱学佛学了几十年，都嘛无创清楚。啊，一直到最近这三四年，我看到一挂近代科学家的报告啊，恍然大悟啊，明白咯。特别是现在量子力学家啊，这个世纪科学的进步，超过过去三百年都唔止，超过太多了。你啊，有啊，专门研究，有这个这个专家。物质到底是什么呢？为君求地，这里不下，这里算一个，总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，物质啊，彻底解决了。啊！伊用的这个方法，甲佛法上讲的是同款的。佛法是用分析的方法，甲物质。啊，物质内面上衰，用咱也过会看会到。伊顶，这个伊顶是有偌大呢？有膜啦，有膜就真粗，有膜，有膜的尖端顶面有啊一粒这个微尘，伊啊黏在顶面，安怎伊袂落落来呢？为什么伊有吸力、吸引力？这牛门啊叫做竖条的，伊比牛门啊细。伊牛门顶面袂落落来，眼力较好诶人会看到。甲牛毛尘分做七分，七分之一叫做羊毛尘，羊毛啊油啊。佮甲羊毛尘分做七分之一，唾毛尘，唾毛尘啊分做七分之一，这人就看无咯，人诶目睭就看无咯。叫水尘，水有密度，但是伫个迄物件顶面来观察，有空胖，有空胖，空胖，即一粒微尘伫水的即空胖内底，
你行李无障碍。各家水田分作七分之一，叫做金田。金是金属啊，五金，金文当体下，这个密度大，要有空胖的。这粒米田通过是无障碍。啊，金田各家分作七分之一啦、啊，叫做米田。我经常在讲米田这个意思，这个米田啊是很水啊。阿罗汉的天眼才看得到，阿罗汉的看到，应该就是咱今仔日讲的这原子啊。为十多年前科学家发现呢，认为讲是物质上介细，得到科学技术不断进步，应该原子打破了。看到这些物件，看到有原子核、有电子、有中子，有这么多物件组成原子。啊，各家这个原子、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啊，各家打破，看看要有什么物件，不断伫咧做这款工作。啊，发现到基本粒子几十种，化学嘛有几十种。啊，佮把这个物件佮再分析，佮去拍，发现到真正上界水微中子，也一个微中子偌大，化学家甲咱讲。一百亿个啊，微中子，一百亿个宇宙会，伊个体积等于是一个电子。换一句话讲，是电子个一百亿分之一。现在科学家会当办到这代志啊，这更加打破物质就无咯。啊，咱就知影讲这个上细物件微中子。就是佛经上咧讲的极微色，也叫做极微之微。佛讲这个未当去分，个分就无咯。啊，无啦，有啥物件呢？看啥物件？看到的就是念头，如同三星的幻想。那是科学家才发现。研究的所得啊，说明讲啊，宇宙之间啊，根本都无物质这个物件的存在。啊，物质究竟是什么呢？是念头产生的这个幻想。这个佛经上又搁对着好咯。佛经上咧讲啊，色有心生。应随心转，这佛经上讲啊，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对你来是对念头生的啊，念头啊是物质的主宰，先有念头，然后才有物质，无念头就无物质。是按你来的这个发现啊，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啊。所以啊，科学家的承认啊，讲过去科学的想法错误，把这个现象甲分作两分，物理现象、心理现象啊，这个是错误的。物理甲心理是一啊，唔是二，袂当分的啊。啊！而且物质现象是对心理现象变现出来，啊，无心理现象啊，就是无物质现象。所以啊，心理现象啊，会当啊控制物质现象。
啊，这是最新的科学啊！啊，这个发现还阁未得到所有的科学家的承认，因即卖要去找证据，证明这是啊事实真相，互全世界科学家承认啊！啊，有高呢，大概都要一二十年啊，一二十年了后。全世界科学家拢会承认咯，拢嘛无会讲，确确实实啊，物质啊是假啊。我伫3000年前就甲即个代志讲清楚、讲明白咯，比科学家讲的佫较详细。即个咱袂当讲无佩服啊。今仔日咱都学习到这地啊！